有专家指出，车子在行驶时让孩子身体伸出天窗外，这时只要一个紧急刹车，孩子轻则肋骨折断，重则摔出车外。此外，还可能因为车内乘客误触电动天窗的开关而造成小孩被天窗夹伤，甚至是夹死。专家指出，驾驶者一定要保护好孩子，不能让其拿天窗来耍酷，并建议一定要加强立法，对让小孩探出天窗外的驾驶者给予重罚，以免产生更多的悲剧。